哎呀，这不是小五吗？小五也来收集头发了。哇，原来他听说唐三哥哥喜欢长头发的女孩。哇，那我们一定要帮助小五妹妹了。小五妹妹坐上了秋千，哇，坐着秋千收集头发，真是太好玩了。哇，我们接着往前走吧。哇，前面还有秋千呀，我们要躲着点这些电锯。哇，小五妹妹的头发收集的好长呀，我们接着往前走吧。我好像看到了终点，到终点我们一起来量一量小五妹妹的头发有多长吧。我们躲着点这个障碍物。哇，这头发这么被剪掉就可惜了，我们换成一个蓝色的头发。哇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五的头发有多长吧。哇哇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猪猪青吗？猪猪青来凑什么热闹？好你个猪猪青，你要和小五妹妹抢唐三哥哥吗？哇，我是不会帮助你收集头发的。我们躲着头发走，让猪猪青一个头发也收集不到。哇，你看你能收集到吗？猪猪青，你说你来凑什么热闹呀？你说你到终点一个头发也收集不到，大家会不会笑话你呀？哦，马上到终点了，我看到终点了，猪猪青一个头发也没收集到，哈哈。一会儿我们一起来量一量猪猪青的头发吧。哦，到终点喽，我们躲着点儿，看看猪猪青的头发有多长，哈哈，一点都没有。等你。